Sanrio 粉丝注意啦 ！GELEVEN 本周新品，一次推出超多超疗愈的 Sanrio 周边商品。就到泡澡时必备的 Kitty 泡澡沐浴球，碰到水就会溶出可爱的小鸭公仔，这么勾追实在太过分。另外还有可爱的 Sanrio 家族小汽车抽抽乐，十种造型，其中还有一个是隐藏版 Kitty 小汽车。快来试试手气，把可爱的 Kitty 带回家吧。泡澡沐浴球 MXR 售价139元。常常在电视上看到别人在泡澡的时候，浴缸里放几只可爱的小鸭鸭。这次7-11推出这一系列可爱的 Sanrio 泡澡球，让你在洗澡时也能和可爱的 Kitty 小鸭一起玩 Tilda。泡澡球随机溶出可爱小鸭公仔。共有10款造型可以选择，将在12/3正式上市，大家再稍微期待一下吧。波浪号波浪号 Sanrio 家族小汽车抽抽乐，售价195元。另一个 Sanrio 商品就是2020 Tomica 50周年特别企划 Tomica X Sanrio 联名车，全部共有9种造型，另外还有一款 Hello Kitty 隐藏版，款式随机推出。 Sanrio 家族小汽车抽抽乐将在11/3上市，快来搜集 Sanrio 家族变身小汽车的疗愈小物吧。 Sanrio 316不锈钢吸管组，去年 CELEVEN 首推 Hello Kitty 316不锈钢吸管组，没想到大受网友们欢迎，粉丝敲碗求新款，这次再推 Hello Kitty、美乐蒂、Kitty 老了等全新款式，超多花色随机上市，每款花色售完绝版。随身携带型的316不锈钢吸管组，符合 SGS 认证，采用316医疗级不锈钢材，安全无毒，一体成型防刮折设计，内含粗细吸管与小毛刷。真奶、果汁、茶饮通通都 OK， 可爱实用的特色环保商品。 Sanrio 316不锈钢吸管组预计在14/3上市，一同响应减速行动吧。除了可爱的 Sanrio 系列之外，另外还有迪士尼周边商品，像是这可爱的迪士尼樱花季帆布万用袋，售价199元，共有4种造型，分别是奇奇弟弟、小飞象、玛丽猫及小鹿斑比。万用袋的印刷、帆布料、车缝接是 MIT 台湾制造，严选布料，精细做工，做出坚固又耐用的万用袋。袋上还挂着各款樱花风格专属设计的造型珠链吊饰，细胶材质良好且耐用，能随着使用者习惯将吊饰自由拆下或挂上。细心设计只为了您有更棒的体验。迪士尼樱花季帆布万用袋将在14/3上市，只是一起提着樱花气息的迪士尼万用袋将春天带着走吧。呆萌的小飞象绒毛钥匙圈，售价249元。坐姿小飞象绒毛娃娃短绒毛，材质触感极佳，搭配杂技球、马戏团置物箱的可爱五金配件，带着它都有好心情。买疗愈小物是不需要理由的，买回去即使不会使用它，看着心情也会好呀。波浪号波浪号。